曾与全明星运动会的吴飞有过一段情，后来两人分手后，吴飞传出与艾薇热恋中。事实上，曾韵凡与艾薇因参加《森林之王二》变成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对此，曾韵凡透过专访提到自己其实在他们认爱前就已经知道了，更说到自己与吴飞刚分手时还跟艾薇说我走不出来，对方还陪着他说吴飞不好。当时自己还以为演艺圈可以交到朋友，没想到却一次失去两个朋友。后续也传讯息跟艾薇说，如果你喜欢他，我会祝福你们，毕竟我跟男生已经分手了。随后曾韵凡也说到，吴飞当时表示节目压力太大，想要一个人。自己也非常支持他，结果过没几个月就传出与艾薇的绯闻了。对此，曾韵凡也表示自己看到新闻是很开心，因为真的觉得老天爷有眼啊。